该是很有名嘛，然后就是人气呢也是人气很高，但是他从来就是不矫情，然后就是很努力很阳光。他健身，然后他就是工作的时候很敬业，然后不断的讨论剧本，然后导演有什么要求他是100%的去做。所以呢他是一个特别阳光敬业的孩子，而且懂礼貌，湛湛非常非常的懂礼貌。真的很帅，真的很帅。你想他们选我去做湛湛的妈妈，这个儿子的颜值肯定在线。